我们重点突破集区船舶总体设计技术、智能控制技术、低温精确补偿技术、集区冰载与重载结构集成设计等多项关键技术的垄断瓶颈。在科考设备研制及功能扩展方面，我们以国产化替代为核心目标，探索实现国产科考设备的集区应用，集区与自主设计船舶的最优匹配。这船预计2025年完工交船，并投入海上作业。